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娅探世界。老鼠的出没让人类非常头痛，许多人尝试捉老鼠都会有被咬过的经验。我们都知道老鼠的天敌是猫，很多住在低楼层的人经常都会有养猫的习惯。那么为什么猫会喜欢捉老鼠呢？据了解，猫捉老鼠是猫的一种天生就会的本领。猫属于狩猎性的动物，最先呢是由野猫进化而来。夜间啊，猫咪的眼睛会发出一种光芒，蒙在夜间行动的老鼠自然就成了猫咪的目标，一旦咬住老鼠就动弹不得。至今也没听说过猫捕老鼠而受伤的情况。而人类在夜间能力一差，动作不灵活，如果徒手捉老鼠的话就会被反抗的老鼠咬到。但许多网友称家里的猫都不捉老鼠了，主要是因为随着现在猫咪生活水平提高，人类再会给予它充足的水和食物，慢慢啊变得不喜欢运动，吃完就睡，对老鼠或者小昆虫都提不起兴趣。而会捉老鼠的猫咪一般都是比较野性，互动很强，所以猫咪的性格跟主人的饲养有很大关系。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你家的猫咪会捉老鼠吗？好了，下一次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评论、点赞和关注哦。